这是20块的维尼，给你们看看5块钱的。兄弟，你有事吗？今天想给小仓鼠们打造一个维尼乐园，一起来看看我准备的陶瓷吧。首先是一个蜂蜜的罐子，还有配套的小摆件。维尼最喜欢蜂蜜啦，有蜂蜜当然有蜜蜂啦。然后是一个超可爱的维尼碗，又给小粉条换了一个新的跑轮。来喽，开始布置啦。老朋友 RM 纸棉，纸棉倒进去搓开，尽量给它搓得蓬松一点，然后用黄色的纸粒简单装饰一下。接着是蜂蜜的窝窝，还有可爱的维尼摆件，还有小蜜蜂的窝窝。这是我给粉条买的新沙盒，先把盖子拿掉，怕小粉条爬不上去，又准备了一个小梯子。维尼碗当小食盆，再来个小摆件，然后是粉条的新跑轮。调整一下家具的位置，把水壶放好，粉条的新家就布置好啦。小粉条，你还满意吗？我很满意，谢谢妈妈。